一直都无清楚的时阵吼，
一直到你有一天，你若入来这个领域吼，你才有法度，知影爱写迄落气味走的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安乐它真正出来，所以长夜安乐吼，这是无简单有诶吼，要长夜安乐吼，无入来这个领域是无可能。在朱比丘语意云何啊？于此奇缘中，奇缘的这个经起来对啊。诸草木之叶，有人辞去；奴等呢，佛有命言，此诸物呢，是我所，彼人何故，则辞去？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你这个经下来底吼，有足侪树啊、甲枝叶吼，啊，里面咧有人吼，甲摕走去，还是讲甲砍断吼，摕走去吼。汝等颇有念言，就是讲，啊，恁是咪感觉讲吼，啊，这个我物件，你较会甲摕走去吼？即比丘就回答讲，无啦吼，我袂安尼感觉吼，为虾米咧？树啊，不是我身躯的一部分啊！你客栈哪样紧啊？哦，比丘拢回答讲：，哎、欸，未啦，我未安尼想啊。啊，树啊，甲枝叶的我，不是我身躯的物件，你客栈看，靠要紧哈。我未感觉安那。但是问题是讲，他说：“哪个要来爱我这个色色的命吼？还敢是你的？还是要来把你的色身摕走的？你感觉还是不是你的？哎，你就讲无无落这我的吼，这你也使把它摕走的。啊，实际上吼，这嘛不是啊，这个色色的，这嘛不是啊。”所以还要进一步吼，还要进一步讲，我给你设身嘛，可以名给他，反正这设身嘛是我的。但是要进一步深入面的感觉吼，较少人有啊。大部分拢感觉期望是我的，但是这个设身是我的。所以要更深入的那个因缘就少。所以我在想，无入来这个领域的人，吼，这款的感觉拢会无啊。无入来这个佛法这个领域内底吼，这款的感觉拢会无。当作这色身是我的，无可能互你客气。但是佛陀是咧用比喻的，我外口的树啊，若有人甲你客气，你会感觉甲你的物件客气。哎呀，比丘拢讲白啦，迄度是我身躯的物件，你客气哪样去吼？这问题就是，啊，若有人甲你色身客气啊，你是咪感觉迄是你的？这个较深啊吼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有一挂法义吼，无好了解的时候，你要用吼较好了解的比喻，安尼较听。所以用意解来解难懂的，这就是譬喻，譬喻的好处，比如的好处。因为有的法器伤深吼，或者是一般人吼，无入来这个领域，感觉袂出来。所以就要用譬喻吼，由意解的来解难解。再来哈，佛陀又说的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也非我跟我所啊，所以如诸比丘亦复如是，以非所有物哦，当尽弃舍。阿弥陀佛，长夜安乐的啊，彼舍法已呢，长夜安乐。
那什么是非你所有的呢？哦，你看眼睛呢、啊？哦，眼睛不是你所有的呢，所以哦，你应该气什么？老婆，他眼睛不是我的，把它丢了，我都被车没去了。暂时啦，吼，暂时气色，唔是你，唔是真正淡掉啊，会使先照用啊。吼，所以咱这世间吼，你着爱动作讲吼，我要走的时候是一项拢去袂走啊。啊，但是吼照用会使啦。所以咱这世间你若动作这所有物件吼，拢是要照用的。到尾也拢爱弄个气死的，安尼你对外口真正清楚吼。唔、哦、是即摆就要甲目睭单掉，即摆把目睭单掉，咱眼就免看咧。吼、哦，所以为着要修行吼，咱的六根吼，拢爱好好来利用吼、哦。这是啥物事？这是世俗地啊。胜利地虽然吼，唔是我物件炸袂起，但是要伫世俗地边玩吼，你也好好啊去保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靠起来成就你的福德，靠起来有好的因果，较好过个。所以是咱讲一个修行人吼，二地爱同。啊，你胜利地边玩吼，这把酒是炸袂起。不过你世俗地点广告，你也好爱用，你袂使用糟蹋的。啊，你若偏心掉，你要偏生意地，无注意的世俗地吼，的运用吼，就心掉的吼。所以菩萨有道种子吼，与二地也通啊。啊，二圣吼，有那时啊会修较偏生意地去。所以就变作讲一切智尔，哦，这是无同的所在哦。再来，舍彼法已呢，常夜安乐哦，何必舍身亦复如是？如何比丘，眼是常吗？还是呢无常呢？再来，514页啊，比丘的回答说，眼睛也啊吼，伊讲眼睛是无常的啊，其实唔呀眼睛也啊，耳鼻舌身意拢是呀，那世尊又问了，那无常是苦吗？比丘回答说，是也是苦啊。因为咱希望伊袂变吼，会当永远伫个，啊，不过咧，伊常常起变化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希望咧，恁永远少年，而且都有体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拢希望个事业伫个最巅峰。啊，煞咧吼，咱大家拢希望我们。每个人的家庭呢都充满了活力，好，所以想说大家来那个人的，那起码专门的训练那个体能的一款运动的那个场所，那是不是希望大家拢来做这样行为哦？所以中途嘛拢会鼓励人慢跑啊，对吗？希望哦，永远青春有人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吼，事实上是无可能啦。啊，无可能的时阵，到尾也会有苦味啊。